3月2日晚，沈月所属公司功夫真言影业发布严正声明，对于近日网络平台出现的关于沈月的不实信息进行强烈谴责。声明称，所谓捆绑营销、购买热搜均为恶意捏造，并表示传播这些言论已对沈月造成侵权行为，公司已对此进行取证，并委托律师事务所全权处理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最后，功夫真言呼吁社会公众能辨明是非，切勿偏听偏信，共同抵制网络暴力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